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767页、767页第七行，第七行第二句睇起，按上之论点有三，我哋呢几日有好多繁杂嘅事情，所以停咗几日，停嘅时间耐咗，怕将上面讲嘅都忘记咗啦。我哋仲系从上面读起，从第一行读起，我读一读，然后我哋跟住讲。注解解释：梦见彼佛，亦得往生，功德智慧赐予中辈者也。我哋睇注解，梦见彼佛，下面有两个解释，其二稍异，呢两种讲法有啲唔同。第一个，梦西为先是梦见，临终时是眼见佛。所曰三辈俱有梦见眼见故，都有各经中说上辈云，于其卧睡中梦见无量清净佛，就是阿弥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，其人受命狱中时，无量清净佛则自与诸菩萨阿罗汉共翻飞行迎之。有呢种现象，中辈亦同梦见彼佛往生先兆，临终来迎，本愿圣益，故俱应有。若无佛迎，本愿虚切。呢句话好重要。往生嘅人临命终时，只要具足两个条件，就是深信切愿。深信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绝对无怀疑，
咁就係信愿具足。牛益大师讲得好好，能唔能往生决定喺信愿之有无。换句话讲，有信有愿就係往生嘅条件具足啦。咁念佛功夫浅深，讲念佛功夫成片，是一心不乱，离一心不乱，咁系念佛功夫浅深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唔同。呢啲都系四十八愿嘅愿文，愿文里面清清楚楚嘅，绝对唔系假嘅。所以临终佛嚟接引，呢种是必然的事情，我哋绝对唔好怀疑，我哋应该具足深信切愿，取得西方极乐世界。以前曾经有人问莲池牛益大师，他们是明朝末年、清朝初年净宗两位大德，后人非常向往。他们不是凡人，尤其牛益大师的《弥陀经注解》，印光大师赞叹，就算古佛再来同《弥陀经》做个注解，亦唔会超过其上。呢种赞叹系赞叹到极处，无以复加啦。换句话讲，牛益大师嘅要解就即系阿弥陀佛自己嚟讲嚟注解嘅，边会有错噶？我哋要有坚定嘅信心，念佛。功夫浅深唔紧要，甚至呢部经上都讲嘅，都系愿文上有嘅五逆十恶，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往生。阿弥陀佛本愿里头冇讲五逆十恶，临终我唔嚟接引，冇讲呢句话，冇讲呢句话，咁当然就嚟接引。各个人发心修行功夫唔同，所以临终嘅时候福报就唔同。我哋咁讲，大家更容易懂。福报差啲嘅梦中见佛，自己仲有啲业障，佛嚟接引亦讲唔清楚。有人讲出来了，我见到佛来接我了。有人没有讲这句话，实际上佛亦接他走了。肯定有很多这种情形，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白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将来自己走的时候，我们争取这一招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话我嘅家亲眷属，无论喺边一度，无论喺边个佛国土，你喺极乐世界通通见到啦。到极乐世界就有呢种好处，而且你就能帮助佢哋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，仲有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的功德加持你，等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几乎同阿弥陀佛差不多相等。阿弥陀佛能以无量无边身接引十方念佛往生那些菩萨，每个往生的
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哋通常都称菩萨。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亦称菩萨。佢哋嘅智慧神通道力得佛力咁一加持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呢句话重要。阿惟越智系乜嘢？法身大士。极乐世界殊胜就殊胜喺呢度，十方世界冇，只有佢有。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亦作阿惟越智菩萨。换句话讲，极乐世界往生过去嘅人有冇等级？有三倍九品，确实有等级，四土三倍九品。但是待遇呢，完全是平等的，通通都是阿惟越智的待遇，那就很特殊了。待遇是法身菩萨的待遇，最高的待遇。这种待遇，所以智慧神通就好大，同阿弥陀佛差唔多，有能力分身，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，去十方世界接引众生。咁往生嘅人分身做咩？我哋亦分无量无边身，跟住阿弥陀佛学习。阿弥陀佛接引众生，我哋分无量无边身去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拜佛。供佛。呢种系受福。听佛讲经说法。修为福为上寿，你乐意点做都能圆满，冇一样唔圆满。你唔去十方世界去得，就喺阿弥陀佛大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亦一样。佛法道同，佛法互相称赞，诸法如来无妄想分别执着，每个往生去极乐世界的起心动念妄想执着都冇啦，唔系我哋有能力断到嘅，唔系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，虽有不起作用，起作用是智慧起作用，是佛力加持起作用，使我们真正体会到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，使我哋对释迦牟尼佛生起无尽感恩嘅心。如果唔系佢介绍，我哋点会知道？诸佛介绍系阿弥陀佛嘅愿力，第十七愿，诸佛称叹。称赞就是介绍，冇一尊佛唔讲无量寿经，冇一尊佛唔讲阿弥陀经、净土三经，都是一切诸佛常讲的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多次宣讲，唔是一次两次。
好简单，这个法门重要。遇到这个法门，你这一生绝对成就；遇不到这个法门，你这一生不太可能成就，只是善根福德提升，想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不容易。这一段我们看到经常讲的，恪实而论，梦见之后可以见到佛来迎接，有人讲出来了，有人没有讲出来，这种是个人福报不同，临走的时候清楚将他见到的讲出来，这种福报大。为什么影响人地，使旁边的人增长信心，自己走了一句话讲不出来，这种是自己业障重，他没有这种福，但是他往生了，比前面一种人福报差一点，所以平时求佛加持，时时求佛加持，养成一种习惯，到临命终时亦求佛加持，使我有精神有体力将临终的境界同大家讲清楚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这里引用观经道讲得好，化佛来迎，恶人尚以谤善人也。五逆十恶临命终时，只要临命终时不糊涂，具足信愿，一心清念，一声十声都能往生，做五逆十恶业，临终亦能往生。何况我哋虽然做业冇咁重，佛边有唔嚟迎嘅道理噶？所以我哋就跟住而家呢部注解嚟睇，按上面嘅论点有三，第一个。彼法有临终接引之本愿，若于下辈不来迎接，则有违本愿故。佛是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本愿，他讲到做到，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佛绝对来迎。第二个观经下品，驱是恶人，佛上来迎，今经下辈驱是善事，焉能不迎？这段讲得好啊，好合逻辑。彼法有临终接引之愿，彼佛是阿弥陀佛，他四十八愿有发这个愿，所以下辈往生的当然亦来迎接，不是的话就违背本愿了。再讲就是《观无量寿经》的下品，通通是撞五逆十恶的人，是讲那些佛都来迎接。本经金经是指本经，下辈往生都是善人，不是做作恶业的人，哪有不来迎接的道理的？
第三，在五种原译本里面，汉译的、吴译的，这两种译本里面，我们看到上辈、中辈，俱先蒙佛，然后临终见佛，经文上是这样讲法的。上中二辈，现在讲到下辈往生，亦应如是，亦应该都是先蒙到佛，然后见佛。是故本经为蒙见，言其前者观经闻见法，此其后者也。此时一说，这种是第一种讲法，都有根据的。第二，另一说，如会所谓，确是佛形，但仿佛似梦，真的佛来迎接他，那就是自己业障重，有没有见到佛见到了？见到点呢？好像在梦中，亦即是说不是十分清晰，确实见到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要知道断恶修善，一切时一切处不给自己有恶念生起，就算见到不好的境界、逆境、恶缘、环境不好、好不喜欢，见到的都是冤亲债主，都是来找麻烦的。我们要用什么心对待？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是用佛号将自己的心控制住，要起心看境界，是极乐世界的境界，看众生通通是阿弥陀佛。好啊，这种功德好大，这种真修行真在悼念本事，念念之中一切人通通是阿弥陀佛，一切境界通通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看你点想。那为什么不想好的去想坏的？好的坏的都是从心想生的。平时功夫练成，养成习惯了，到临命终时有用。你见到的境界清晰，不是仿佛在梦中，不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会和大众交代得清清楚楚。跟佛去极乐世界了，底下举的观经说，若梦见彼佛者，如观经下三品人，命速散落欲火来现，虽佛来形仿佛不明，
犹如梦中故，呢种系造业好重嘅，自己功夫唔够深。如果够深嘅话，见唔到地狱，喺梦中先见到地狱，警觉性好高，马上嗰句阿弥陀佛，地狱就冇啦。呢个时候系关键时候，功夫能唔能真正得力，咁关系好大。呢个时候真叫分秒必争，冇分就系秒，秒秒都要争取，绝对唔准有恶念，唔准有恶嘅念头。有我嘅念头唔准，念念都系阿弥陀佛，冇第二念。见到一切境界全系阿弥陀佛，全系极乐世界，咁就好啦。若不以者，何至临终得安闲神游苦？临命终时，这个第二概为观经所示下品之人，临终之时地狱纵火，一时驱至众苦交迫，佛虽现前，但以神色不清，不甚明了，依稀恍惚，若在梦中，故云梦见彼佛也。若非有佛来迎者，焉能安闲有此十念，以随佛神游极乐也。这些话很重要，佛来接引，你真得到了。两所所辩虽异，这两家说法虽然不同，但为下辈往生亦有佛来迎是一，殊途同归，故并引证以证师子。这几句都是使我们放心，下辈往生佛真的来接引。问题还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要真正懂得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这个功德特别在临终见佛，显示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自己欢喜，令在身边的大众个个生欢喜心，就无量功德了。下面再讲，至于观经下品三人，俱是恶人者，善导大师为下品上生者，是造十恶，轻罪凡夫人。下品众生是破戒次罪凡夫人，这个破戒里面包含在家出家，这种现象很普遍。在家受了戒，受了三皈五戒，受了菩萨戒，受了八关斋戒，有几个人真正能守住，出家更加不用讲了。沙弥戒有没有破？比丘戒有没有破？菩萨戒
咁依照善导大师嘅话嚟讲，而家在家出家往生嘅，大概都系下品、下品上生、下品中生、下品下生，都属于呢种。点解戒咁容易破？环境太恶劣啦，有几个人喺日常生活中唔受环境干扰，咁系念佛有功夫嘅人。无论喺乜嘢环境里头，就系我头先讲嘅，亦系时时念念劝大家，咁亦系劝我自己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乜嘢都唔摆喺心度。有念头起嚟，就谂到《金刚经》度讲嘅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就唔执着啦。一切法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所有，不境空，不可得，咁先能放得下。点放下？时时刻刻，无论喺咩地方，通通系放下。最彻底嘅放下，身呢、这个身唔系我。将佢放下，唔系我，我唔好为呢个身操心去做业，我有真我，真我喺边度？到极乐世界就见到真我啦，真我不生不灭，我哋呢个身体产落生灭。弥勒菩萨同我哋讲，一坛子有32亿8千念，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生灭，前念灭后念生，前念灭后面又生，佢永远唔断啊！断咗就冇事啦，佢唔断。呢样嘢喺佛经叫阿赖耶。迷失自性的真我，觉悟了，觉悟了就叫法身，法身无相，法身能现一切相，证得法身，那是无相而无不相，它两边都不执着，无相不执着，无不相亦唔执着，点解啊？都不可得，假相不可得，生灭亦不可得，真相亦不可得，点解啊？真嘅佢冇相，佢系乜嘢？净中最高境界讲常寂光，常寂光就系法身，常就系不生不灭。常即是清净，永远无染污，亦就是永远不受任何境界干扰。第三个，它是光，它的体是光，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我们通通在常寂光中，只是自己没有感觉。证得常寂光，就是圆满成佛了。什么人证得？正中讲的妙觉如来，证入常寂光了。
好难懂。我哋而家用高科技，用电视传播，我哋系一齐学习。我时时用电视画面嚟比喻，大家就容易懂。我哋打开荧幕，系一片光明，一片光。嗰片光就系常直光，里面乜嘢都冇。咁频道佢就无不上啦，现象就出嚟啦。频道系乜嘢？频道系阿赖耶。乜嘢系阿赖耶？动念啦，念头一动，相就出现啦，频道就揿落去啦。有几个人能喺频道里面知道呢、这个作用系荧幕同频道同时现出嚟嘅时候，我哋见到呢个相，我哋都见到啦，但系我哋嘅注意力都喺荧相上，冇喺荧幕上。如果喺荧幕上嘅话，你就知道嗰个相全系空嘅，根本就唔存在。佢嘅频率太高啦，我哋而家用嘅电视呢、这个画面一个一个跟住一个，前念灭后念生，几快呢？一秒钟一百张。所以你见唔到佢跳动，佢系一张一张喺度跳动，频率太快啦，好似真嘅。其实如果系一张，你睇唔到，只有一张，一张过咗，底下冇啦。咁你放嚟睇，百分之一秒，你会见到乜嘢？有道光突然闪咗下就冇啦，甚至连嗰道光都睇唔到，你都冇睇清楚。有咁嘅印象，但系睇唔清楚，乜嘢都唔知道。佢系一个成个画面。弥勒菩萨同我哋讲，一秒钟生灭几多次？唔系一百次。一百次太慢啦，弥勒菩萨同我哋讲，我哋计出嚟啦，一秒钟2240兆次，而家嘅电视一秒钟100次，而我哋实际状况，我哋生活中眼见色，耳闻声。实际上的状况是一秒钟2240兆次，就完全不知道了，都认为是真的，全是假的。这一点要搞清楚搞明白，叫知空知有。空有都知道了，空有两边都不执着。点解两边都不可得？执着空嘅人去边度？去四空天啊！未出六道轮回，六道里面最高嘅系四空天，去嗰度啦。执着色相嘅人去色界天啊！仲有勇望嘅人，就系仲有是非人我、欲界天去啦，佢嘅欲冇断。佛经上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我哋自己喺边个层次，要清清楚楚。所以嗰啲嘢要将佢通通放下唔容易，佢已经养成习惯啦，
不是这一世养成的，生生世世无量劫养成的习惯，没办法断啊。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都是断烦恼证菩提。你如果不断，你成就不到。所以我们没办法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学佛65年了，前面30年我不相信净土，念头都是大经大论，对大经大论好感兴趣，搞了30多年之后不得，烦恼习气一啲都断不到。是讲到华严经53参，见到文殊普贤通通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我先受感动。说明文殊普贤悟到极乐世界彻底成就亦不是容易的事情，他点成就的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仲系求阿弥陀佛帮忙，一生圆满成就，十大愿望度归极乐，我亦就回头归极乐啦。再将呢部经连起嚟，见到下年老嘅汇集本。前面那篇长序，李老师跟我说，那篇长序是梅光熙写的。梅大师就是你老师的师父，他的佛学是跟梅光熙学的。所以说见到那篇序文非常亲切跟我说。我亦就连续睇咗好几次，对呢个法门起咗信心。尤其是梅大师嘅赞叹，古来祖师大德亦都系咁讲法。无量寿经即系中本华严，细心一核对系真嘅，所以。嗰阵时我就明白啦，如果有华严嘅基础，会将无量寿经讲得好生动。点解啊？华严系细说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系略说大方广佛华严经。略说系一唔系二，我喺呢度完全搞清楚啦。华藏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。从华藏世界的门入很难，不可以大业，要将见思烦恼通通断了你才入得去。而极乐世界的门阔，这三种烦恼尘沙无名见思烦恼，一品无断都能往生，那太方便了。不单止能往生，而且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五逆十恶临命终时，他能信能愿念一声佛号都能往生，亦能入去。这种法门去哪里找啊？换句话说，这个法门是真真实实普度无量无边众生一生成就，找不到第二门。
门门都好，冇一个法门唔好。人有四万八千病，佛有四万八千药方，都能医病。咁系乜嘢病都医，非常有效，而且医得彻底，绝对冇副作用。去边度揾啊？所以我哋而家劝一啲同学嚟学中国传统文化，佛教系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一环，重要嘅环节。佢早就同中国传统文化融成一体啦，儒释道三家。我哋唔好将佢睇歪咗，特别系大乘经论喺中国完全用中国汉字文言文翻译出嚟，点解呀？只有汉字文言文嘅载体，佢能永远传落去。万岁万万岁，一啲唔假，梵文冇呢种能力。梵文系拼音文字，三百年言语变咗就睇唔懂啦。所以印度嗰啲高僧大德有智慧，将经送嚟中国，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做载体，佢就永远流传啦。所以汉字文言文重要啊！各位读中国历史，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，特别系周，呢三代系点统一嘅？而称为天子，其实他们国好小。周文王他的国家亦不过一百里，方圆一百里，相只有七十里，称为王。诸侯国都是独立国，都是主权国，几百个，大大细细，但是都向周天子学习。为什么？他的政治办得最好，很令人羡慕，大大细细国家都向他学习，尊敬尊称他为天子，是这样来的。最近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期，很多外国学者来中国研究汉文，研究中国文字文言文，他们发现中国文言文汉字是了不起的发明。这么说我们承认，全世界一直到现在所有一切发明都没有一样能超过汉字文言文，太伟大了。它能将时间突破，古今可以来往，千万年前老祖宗留给我们那些文字跟我们说，我们现在看得懂，不陌生啊，没有错会意思，这样还得了的？我们再传千万年之后，后人他拿到那些东西跟我们一样，一点错误都没有，世间有什么比他更宝贵的？没有了。
咁先叫真正之宝国宝啊！千万年嚟，老祖宗嘅智慧，老祖宗嘅理念，老祖宗嘅方法，老祖宗嘅效果，老祖宗嘅经验，世世代代传落去，中国人仲得了嘅？你读嗰啲书，你就系神仙，你乜嘢都通达，乜嘢都明白，唔糊涂啊！全世界其他族群里面冇嘅，中国独有。以前系四个国家有，中国系源头，跟中国学嘅。第一个系韩国。韩国跟中国有3000年历史，亦就是在春秋那个时代，韩国人同中国来往，可以到周朝。日本同越南2500年，春秋战国的时候，他们同中国就来往。完全呢几千年，佢哋国家都用汉字，都用文言文，都读中国书。佛教传到中国嚟，佢哋嘅佛教从中国传过去，通通读嘅系汉字文言文嘅经典。所以汤恩比讲，东方文化，如果那四个国家团结起来，他们能领导全世界，能造成整个地球千年盛世，功德无量无边。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现在这四个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信心都丧失了。当然中国人带头，中国人不相信了，他们要怀疑了。欧洲这十几位学者好厉害啊，他们大声疾呼要复兴汉文化，只有汉文化对人类有大利益，对个人一生生活得幸福快乐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幸福快乐同地位冇关系，同财富冇关系，所以中国读书人一提起嚟，孔颜之乐，孔子快乐，颜回快乐，呢两个人冇做过大官，冇社会地位，亦冇财富。孔子是小康之家，能勉强维持，颜回就更差了，贫穷到极处，三餐都有问题。但是无论在几时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见到颜回都是满面笑容。他那种快乐从哪里来的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从学习来的，学的是圣贤之道，古圣先贤留低的。夫子是述而不作，没有自己作的东西，全是古圣先贤留低的。他学到了，他做到了，快乐啊！
点解要学大乘经典？答案都喺经典上，步步经典都有。你睇夫子将点解要学，佢摆喺第一句话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味道啊！释迦牟尼佛放到最后一头一尾都是最重要的。你看佛经到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皆大欢喜，作礼而去。为什么要学佛？皆大欢喜。弥勒菩萨就代表你入到寺庙入山门，第一个见到的是哪个？弥勒菩萨满面笑容在门口迎接你，不亦如乎？皆大欢喜。你要不要？你自己得到快乐，一家快乐，一家幸福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，绝对无战争，无斗争，无竞争。将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教育，通通都落实在生活里头，在工作里头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快乐啊！人生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快乐，快乐是幸福。为什么要学？这个答复最好。我们就是为了见到这样要学的。真的，我学佛是方老师跟我讲哲学概论，讲到佛经哲学，跟我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为什么学佛？就为了这样学佛，老师不欺我。以后我遇到张吉大师，张吉大师劝我出家，要我学释迦牟尼佛。我出家之后再去探方老师，一见面见到你真做啊，我说是要真做。人生最高的享受如果不做，那不是太可惜咯？我那时出家没有一个赞成的，都说我学佛迷了，迷到所以然处了，怎么会迷成这样？只有方老师一个人说啱啦，你完全做啱啦。经书唔读唔得，特别系无量寿经，学完之后你真正相信净土，真正相信一生可以解脱，慢慢逐渐逐渐在生活中一切放下，得大自在，得大欢喜。